你还在拍啥视频啊？赶快去开车啊！一会儿我爸就找我麻烦了，快走，这么安全吗？一路山坡小坎坷，我天天钓鱼天天亏。今天我来到了我家旁边的一个山脊水库，去看看别的钓友是怎么钓的。走。哇，山清水秀，真漂亮呀。诶，这里好像有一个钓位没有人钓，哎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搞两杆。哎呦，这个山路真的太陡了。哎，你别光看啊，你也不知道，来扶一下我。嗯，哎，这个钓友肯定是个暴力选手，一二三，断了这么多杆，这里肯定是有大鱼的，赶快来试两杆。哇，这个钓友肯定是元老级别的，都是用这么大的螺丝，肯定就是来守巨物的。他一会儿肯定要来了，我们先找个杆子试两根。哎呦，牛逼的杆子，我能甩得出去不？就找找有没有短杆。哎。嗯，好像有一只短的，哎，我看那一根比较适合我，咱们赶紧来试两根。刚刚那短杆肯定扛不住大鱼，咱们还是保守一点，用这个长杆吧。走起。哎呦，你到底是深一点，重一点，拉下来！哎呀，大家伙来台漂亮，这个狗给的相当的漂亮，我不要爆杆了，我那位钓友不会来了吧？来台，哇、哦，不行，不能把我拖下去，我50斤的马，能给我上来呀？这个不小，来吧！哇塞，哇塞，这个真大嘞！刚刚那个漂亮的大众口啊，我忍一下来，啊，我必须要看一看你到底有多大。哎呀，让，来吧，哎，3、2、1，来起，来呀，出来咱们见个面。哎，别用力了，别用力，我的杆子，赶紧，我的天哪，哎呀，啊。3、2、1，来起来，认输吧，认输，走起，应该是条大的青鱼，这么大劲儿，来出来了，出水了，没力了，没力起来，往这边走，我的狗，咱们今天能碰上也是缘分啊，这位鱼大哥。我要再高2公分就好了。我勒个去！这水库的鱼都这么大的吗？怪不得人野生的鱼，你劲儿都跟虎似的。这么大手艺了。